好，大家望住黑衫嗰个高嗰个拍片嘅吓。活动委员会主席庄卓贤 BBS 太平绅士为我们支持，有请庄主席。首先，我代表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歡迎各位嘉賓朋友、青年朋友嚟今日維多利亞公園我哋嘅嘉年華。今年係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同埋特區成立20周年嘅大好日子，係香港發展同埋歷史嘅重要里程碑。我哋藉住今日呢個活動嘅機會，同眾多嘅年輕人一齊分享回歸祖國嘅喜悦，表達對祖國嘅歸屬感，對香港前景嘅盼望。回顧過去嘅一年，我哋攤位包括深受歡迎嘅 VR 遊戲、桌上足球等等。同時，我哋亦都邀請咗一條非常之長嘅有150米長嘅長龍，同埋20頭醒獅，為今日嘅嘉年華點睛助興。祝願我哋祖國繁榮昌盛，祝賀回歸祖國20周年，香港明天會更好。呢一屆灣仔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工作嘅所有人士，包括我哋一眾嘅委員、贊助人、地區人士，我亦都要感謝今次一齊協助籌辦嘉年華嘅各個單位，包括灣仔民政事務處同埋香港青年促進會，同埋一眾表演嘅團體、義工團體，同埋最全每一位嘅嘉賓朋友。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難忘嘅晏晝。多謝大家。唔該曬，副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為我哋致辭，有請劉局長。今日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很開心能夠和大家一起出席這個萬眾歡騰嘉年華，慶祝我們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希望大家都能夠踴躍去參觀，希望大家帶埋我們的年輕朋友一起分享這種喜悅。最後是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大家，多謝。好，唔該曬，劉局長，請就座。今日嘅活動咧得以順利進行，全賴不同嘅機構嘅協助啦，同埋支持嘅。跟住落嚟，我哋就會頒發感謝狀俾各個表演團隊同埋協助嘅團隊嘅。首先有請民政事務總署處理副處長黃秀偉太平紳士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我哋有請渠務處樂隊 The Revival、香港警察樂隊、中外周彪國術體育會，我哋有請咧班長嘅團隊留步啊嚇，我哋會影張大合照嘅。好啦，我哋咧可以埋去影張合照啦，呢一個時候可以咧一齊過去影張合照嘅，係啦 ，The Revival 係啦，我哋嘅香港警察樂隊同埋周彪國術體育會。好，唔該曬咁多位，咁我哋繼續有請嘅就係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明偉 GBS 太平紳士為我哋頒發感謝狀，有請。特別係香港小童群益會樂智幼兒園暨幼稚園灣仔、蒲窩青少年中心、香港武術聯會、
请各位攞完感谢状之后咧，留步一齐影翻张大合照噶。好，我哋影翻张合照先。会有一个简单而又隆重嘅仪式，咁请各位嘅主礼嘉宾咧，就可以手拥抱同我哋咧一齐进行呢一个仪式嘅。好啦，嗱，我哋咧依家就有请咁多位主礼嘉宾咧一齐咧就站到喺呢一个前面，你所见到呢一个咁精致嘅礼盒啊！好啦，麻烦咁多位。好啦，二十周年，祝愿每一位香港人安居乐业，香港明天会更好噶。好，我哋咧拉丝带之前，不如一齐影翻张合照先啦。咁多位嘉宾都准备好未咧？我哋一齐倒数三声咧，我哋就会拉开咧呢一个丝带噶啦噃。好，我哋一齐数咯。准备三二一。好，我哋再一次啊，祝愿咧呢个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同埋咧祝愿每一位香港人安居乐业啦，香港明天会更好噶。冇错，亦都祝愿咧咁多位朋友喺呢度咧，日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好，唔該曬咁多位。好嘅時候，我哋就熱烈歡迎我哋嘅龍獅隊中場。嗱，今日嘅龍獅隊咧，一共咧就會有二十頭獅同埋一條龍噶，將會稍後時間有一個非常之精彩嘅龍獅表演。其實咧喺點睛之前咧，大家咧就係啦，可以準備好啦。我見到咧各個嘉賓已經就位啦，係咪啊？好。好。日出東方，感受靈光，祖國繁榮，照耀香港。喺呢個時候咧，相信所有嘉賓都差唔多就位啦，係咪？好，我哋即刻就有请龙狮队为大家送上表演。
接下來的時間呢，我們會邀請台下的嘉賓一起到台前，上到台上面就拍一張大合照跟舞師。沒錯啦，我們呢有請包括我們的區議員、我們的委員會委員、灣仔地區人士等等，一起到台上面去跟我們的主禮嘉賓和我們的醒獅隊一起拍一張大合照的。有請這麼多位我們的區議員委員會委員、灣仔地區人士可以到台上跟我們的主禮嘉賓一起拍一張合照的。是啦，我們後排的主禮嘉賓呢可以站起身的，我們站起好。咁喺呢個時候呢，我知道呢龍獅隊呢仲準備呀、就會呢有一個少少嘅儀式㗎。喺呢個時候呢，我知道你準備中啦。咁喺台上面嘅朋友呢，我哋呢亦都邀請曬呢咁多位嘉賓、主禮嘉賓、區議員、委員會委員、灣仔地區人士等等呢，一齊呀、就呢到台前一齊去感受下呢一個現場嘅氣氛㗎。再創高峰，大展宏圖啊！仲有百業興旺噶，萬事勝意，步步高升，一帆風順，全部都係一啲好説話咧，去祝願咧香港啊，去慶祝咧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噶。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咧一齊咧都邀請埋咧我哋嗰條龍，就咧到台前面，就大家咧擺好一個陣啊，咁跟住咧就同台上咧就一齊咧就影翻張合照噶。咁各位咧嘉賓啊、議員啊嗰啲咧就等一陣。好，我哋咧好。冇錯，我哋呢個時候咧有請咁多隻嘅醒獅咧，可以到台前面就圍擺好個靚 pose 咧，我哋就一齊影翻張大合照啦。冇錯啦，嗱我哋咧一條咧長達150米、長達100米嘅龍咧，亦都喺度準備就水啊！冇錯啊，仲有20頭嘅醒獅啊，真係非常之犀利啊！我咧都係第一次見咧咁多隻醒獅嘅啫 ，Kieran 你係同埋咧，我見個個都咁生猛咧，亦都係咧寓意咧，其實我哋香港啊，亦都係咧生生猛猛啊！冇錯，希望咧我哋香港繼續繁榮，繼續咧。冇錯。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哋嗰條龍咧都準備好上到台上面啦噃。好嗱，哇！呢條龍咧真係犀利啊，長達咧100米嘅龍啊。好啦，咁我哋嘅主禮嘉賓咧，嗱，可能要後排嘅主禮嘉賓啊，可能要企前少少啦。我哋嘅後排主禮嘉賓可能咧要好踏前一步，等我哋條龍咧可以喺後面啊嚇。好。今天可以說是非常之開心和非常之精彩啊！事關因為今天呢這麼難得啊，我們可以有這麼多的舞龍舞獅啊，還有呢我們這麼多的香港市民啊，一起跟我們歡度啊這個萬眾歡騰嘉年華的。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嘅嘉賓咧，主禮嘉賓咧，可以咧，我哋嗱站喺台中啊。咁啊呢個時候可能要等一陣，因為咧等排好個靚陣，跟住影翻張靚相。聲勢浩蕩啊！我哋咧台上面咧有好多位嘅主禮嘉賓啦、啊，因為我哋20頭嘅醒獅同埋哇，我哋身後邊呢一條巨龍啊嚇，非常之犀利。好，咁咧好似都差唔多啦，係咪啊？冇錯，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嘅各位喺後面啊嚇。好。今日咧可以話係非常之開心同埋非常之精彩啊！今晚咧因為今日咧我哋多謝粉絲啊，同埋咧我哋香港市民咧一齊歡迎嘉年華。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嘅嘉賓咧，主要嘉賓咧係我主持嘅，喺台中啊。咁啊呢個時候可能要等多陣之外咧，排好多靚陣，跟住影張靚相。等一陣啊！好動啊！我哋咧台上面咧。好，咁咧好似都差唔多啦，係咪啊？冇錯。
啦，台上嘅主禮嘉賓，係啦，望住我哋中間嘅攝影師嚇。好，嗱，我哋咧等攝影哥哥排好個靚位先。係。好啦，因為我哋呢張相係非常之要褪後少少啊嚇，我哋前面嘅朋友。好，準備，三、二、一。好，我哋咧各位咧攝影師嘅朋友咧，大家即刻把握時間啦。好，我哋嘅周圍望住中間先。好，望住中間，我哋嘅大會攝影師。望住中間大會攝影師先。好，我哋不如一齊俾個 like 好唔好啊？好，準備。咁咧，再一次咧，多謝曬咁多台上嘅咁多位主禮嘉賓啦，同埋咧各界嘅社區人士咧到台前啊，一齊影張合照噶。呢張合照咧，可以話咧係非常之重要噶，因為咧寓意啊，我哋呢個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啊，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事實啊。冇錯啦，咁寓意住咧，香港咧繼續繁榮。
下呢一個我哋嘅驗證官啊。冇錯啦，嗱咁咧，我哋咧要驗證咗呢一個創舉咧，先至可以咧正式咧成為呢一個嘅世界紀錄嘅。嗱，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今日咧就邀請到就係世界紀錄協會嘅驗證官啊，吳華剛先生咧為我哋進行驗證嘅喎。我相信咧佢而家咧就已經啊身處咗喺個龍嗰個位置啊，武龍老師嘅位置咧就去監察中啊，驗證當中。冇錯啦，咁佢嘅驗證嘅過程啦，亦都要咧影啲相嘅，所以花少少時間嘅嚇。冇錯啦，嗱，其實咧好多時候咧 ，Rika， 我哋咧成日都會睇到一啲龍獅嘅表演啦，咁咧都已經講得非常之精彩，同好有氣勢噶啦。而今次估唔到咧，我有咁嘅機會啊，可以喺度啊親自咧就去睇到佢哋咧去進行一個世界紀錄嘅創舉喎。冇錯啊，嗱，我哋今日較早之前開幕嘅時候咧，都已經非常之震撼啦，我都係第一次咧見到咁多咧龍獅咧一齊去表演啊。咁其實龍頭啦、獅子身啦都好重要噶，因為咧佢哋咧又重啦，又擺又辛苦啦，平時咧即係咧練少啲都唔得啊！好啦，嗱，我哋嘅驗證官咧都已經完成咗驗證啦喎。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再一次啊，請阿吳剛華先生咧到台前啊。好，等我哋問一問佢先，睇下咧究竟我哋成唔成功啊，吳生。好，吳生。成功咗。好，我哋。證書喺我哋嘅台上面啦。咁喺呢個時候咧，臨頒證書之前咧，有啲宣言咧係需要讀噶嘛。冇錯，吳先生。各位來賓，在場所有挑戰者同埋參加活動嘅朋友，你哋好。好。我係世界紀錄協會香港總部嘅人證官。啊，今次咧好開心，好榮幸咧同大家一齊見證一項世界紀錄啊，一個係新人世界紀錄。咁啊，我哋世界紀錄協會咧就呢個月收到香港青年促進會同埋中華周邊國際體育會申報呢項世界紀錄。世界紀錄名稱是世界上最多舞獅拼出20座型。咁啊，經過我哋咧對前期嘅資料嘅分析、數據比較以及今日嘅現場認證，下面我宣布認證結果。2017年12月3日，香港青年促進會中衞招標北術體育會喺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民眾歡庭嘉年華舞獅表演活動，共有20隻舞獅一條龍喺表演中拼出20座型，創世界紀錄嘅會，世界上最多舞獅拼出20座型世界紀錄成功。Thank you.
主任卓文之站，有请咁多位。哇，非常之犀利啊！可以咧能够创下呢个世界创举啊！冇错。俾個 like 先，好，望住攝影師，好，唔該曬咁多位。最後咧，我哋影曬相之後咧，亦都再一次咧，唔該曬咁多位嘅嘉賓同埋義工嘅噃。係啦，咁我哋咧，最後咧都要有請啦，香港青。我在这里，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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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阿大。夠差唔多，喂，小心撞到，小心撞到。係咯喎，係咪啊？係咯喎。呢邊向後少少。頭先嘅係。頭先嘅係。好。嗱，望上邊個鏡頭先。我上邊。好。小心喺度過個鏡頭。準備，三、二、一。好緊，緊緊啦，緊緊啦。好。呢個手指功上邊。係。OK， 好嘅。我到前面的朋友影啦，前面的朋友系。好嚟，先生，点样？先李先生，来。Thank you.